喂喂，妈妈，你还没回来吗？妈妈还在加班呢，要晚点回去。今天三八妇女节还要加班呀？啊，你说了什么？妈妈，没事没事，那你早点回来吧。嗯，好的，拜拜。拜拜，弟弟，我们给妈妈准备个惊喜怎么样？我负责插花。好香呀。把爱心取出来。Together is good. I just wonder if you like me. I can show you my love. Here it is. Don't be shy. 那我们走吧。你们两个小朋友回来啦？妈妈，你是不是忘了今天是你的节日呀？什么节日呀？三八妇女节快乐！妈妈，这是我给你包的花。哇，是你写的一张卡片呀。妈妈节快乐，祝你身体健康。嗯，谢谢。妈妈，这是我给你做的便当。哇，我看看做了什么好吃的呀？哦，有两颗爱心。谢谢。